然后突然一个你以为是摸摸老鼠，然后结果没见到。而且你知道刚有个意外，因为一开始我不是分说你跟子龙还有 Teddy 一队吗？可是后来 Teddy 是在我们这一队，哦、是吗？王铁，哇！然后我一直传给 Teddy， 一直传给 Teddy， 跟着接球接球，然后他一直在扣你篮，然后 Teddy 可以收到的。然后那时候 Teddy 进球的时候，我坐那边嘛，我说哎、欸、Teddy 漂亮，然后 Teddy 就这样，他傻说这样，所以就没有间谍 ，Teddy 不知道自己在我这一队，我要说哎、欸、Teddy 进球睡哦，然后 Teddy 这样，好、啊。啊，是，算是玩得蛮疯的，对，那蛮开心的。Kelly 分享几句吧，一句话，为什么我们要玩街头篮球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吧。放慢一下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玩，可以培养感情。Kelly 最后把麦克风给伟进来收个尾吧。好，刚刚看到他们玩都已经知道这个游戏真的非常的好玩，因为大家聚在一起玩游戏的时候，你是会玩还是不会玩？我会玩，我看你玩。等一下，我跟你玩，因为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情很融洽，然后很热血的感觉，然后有同一个目标，跟着你的队员要一起击败另外一队的队员，一种热血感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街头篮球呢，非常的热血，跟我们这张专辑《Boys on Fire》一样热血，所以大家除了支持 Special 之外，也要支持什么？街头篮球。谢谢 Special。